喂，江代，在赛车场呢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在这儿吗？你也在这儿？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江代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一言一行，我想知道就知道。不是。我这怎么样啊？什么时候能好啊？妈，你这个恢复得很好啊，再过一周啊，基本可以正常。谢谢。对不起啊。啊，喂，你好，我是。有时间，有时间，在哪儿？好了，好了，哎哎哎，谢谢啊。对不起，啊，哎，谢谢啊，啊。那个，以后咱们在一起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尽量不要发微博。微博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一发微博，别人都知道我在干嘛，太没有隐私了。你有隐私吗？你没有，我没有啊。那我有啊。哎呀，是怎么回事？在公司里呢，我妈有很多眼线，所以我不管我去哪里，我干什么，我妈都知道。打个比方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吃饭，我妈也知道。孙董，你找我？嗯，林峰还在参加比赛吗？是，而且还专门请了一个技术支持。这个时间，他们应该在吃午饭。行，你就帮我盯住他，有些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明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行了，别找了。你妈为什么这么要弄你？我妈这个人吧，她控制欲特别强，所以她想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在哪里。你小点声。你妈太厉害了。你还挺崇拜她呀。你不崇拜她？你妈随时随地知道你在干嘛，你随时随地知道她在干嘛吗？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。你要是了解她，吓死你！给你来啊！你的各方面条件还都符合我们公司的用人标准。可以的话，明天能来上班吗？能。你的胳膊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东门市那个魏志山留了啥？总经理那边可能安排人进来。很抱歉啊，我们需要再考虑一下。你就在家等电话吧，好吧？好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
有数了。几天不见，大有长进啊！继续。怎么回事？你不说没问题吗？你就没记住我说的话？知道你开那么快有什么用？转弯的时候在那儿睡觉。记住。那你转一个呀。就是说，这个飞机得半年以后才能叫，是吧？啊，对。那就等半年，真是。对，有一个程序嘛。嗯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来，谢谢。本来啊，我想呢给杨洋一个惊喜，没想到你提前都见着他了，真是。没事儿，哎，他回来跟我说的时候，哎呦喂，那个激动的，挺好，哎，就跟你现在似的，这么激动啊。谢谢啊，谢谢顾先生，那个您也带我谢谢您太太。我还有一个小请求，说个小事儿。说我想您能不能赏个脸，跟我合个影？就因为这合同，它可能会影响我后半生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也不瞒您，我从业以来，这是我卖出去的头一架飞机。你等会儿啊，我打断你一下，来修正一下啊，叫预定。预定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合同对我人生意义太重大了啊！您什么？您赏个脸，您赏个脸，我跟您拿手机拍个合影，行吗？行，哎，谢谢您啊，不错，我坐这儿，来坐这儿，这劲儿挺好的，这年轻人知道感恩，哎，挺好。哎，您说。咱再可爱一点，乐点。成昂，哎，你这个现在这个着装风格有所变化啊，是吧？啊，低龄化，越活越年轻。来，都拿，来。好，哇塞，来，那个我先讲两句啊，坐下，我有点装啊。那个今儿心情特好。就是一字儿，爽啊！为什么？这个这么多年呢，大家伙也都知道我怎么过来的，也都挺难的啊。这个干这个呢，同事说不成啊；干那个，家里不同意。反正变来变去呢，我终于干成了一件事，是吧？终于把这飞机给它卖出去了。我今儿特高兴，反正啊，我知道大家伙也跟我一块高兴，所以呢，我这个心情特爽。终于扬眉吐气了，翻身农夫把歌唱了。为这个，来，咱喝一杯，喝一尝一杯，来，谢谢，陈哥牛气，哎，谢谢。哎呀，强啊，我就问你一下，这个飞机卖出去，你自己能得多少钱？这个是商业机密，少来，还得保密，少来，真的，少来，到底挣多少？就这么说吧，啊，那你那个貂皮大衣想要几件，尽管跟哥说。谢谢啊，不客气啊。你
要那个 iPad 什么 iTouch 什么 iPhone 12345567什么的，尽管说，说准了哈，没问题啊。就你们俩二位，那个马尔代夫那套，哥们包了。牛气，真的？什么叫真的？我当真了。那必须必呀啊！还有那个老吴，最近你这家庭不是生活有点困难吗？是吧？我说也不，当然也不是说是没什么。谁说我们家困难？我们家好着呢。缺钱了，跟哥们说一句啊，卡、银行密码，行行行，拍这儿。我现在还有一个事儿要宣布一下，那个今天是木木的生日啊，木木二十四，本命年。是吗？这得祝贺一下。来，我也抱一下，抱一下。有许杰的就够了。哎，你抱一下，抱一下。这个本来我说给木木买一蛋糕，但是木木他说他不爱吃蛋糕，所以我买了瓶香槟。木木，不管怎么说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师傅。安姐，胳膊好点了？没事了。姐不好啊，姐不该动手打你，姐挺后悔的。没事，打倒好，该打。别说了啊，都是姐不好。嗯，你回自己家了吗？回了，还在外边吃饭呢。那工作的事怎么想的呀？正在找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好歹咱们也是个大学毕业，对不对？就算不画画，那肯定能找到工作啊！千万不能自暴自弃，不能破罐子破摔。哎，姐在报纸上还看到一句话，姐觉得写的特别有意思啊！你看人家怎么说？人家说啊，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，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，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。你说的多好！啊，对。啊，管他什么盾的呢，反正你呢，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全盘否认自己，听到没有？啊，姐接个电话，回头再说。嗯，喂，你好，天乐广告。睡着了，哎呦，想等你回来，也不知道怎么等着等着就睡着了。看来这岁数呀，真是不饶人了。妈，你还年轻呢。小峰啊，收收心吧，回公司来帮帮我。现在公司要扩大了，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。我就你这么个儿子，帮帮我，妈妈真的是太累了。妈，这次比赛对我来说特别重要，我想证明一下，我只要想干的，我都能干得特别好。等赛完这次，我答应你，我回公司。好，那我就等你比赛完了。不早了，我也该上去休息了。你的卡我已经给你恢复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搬家吉林，你是不是被许杰打傻了？哼，没许杰那边我都教育好了，没问题。不
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搬家，我找好地儿了，你们甭管了。不是你去哪儿呢？我都订好了啊，你甭管了。你跟谁订的？你甭问了，反正你等我落听了，我再找你们来。怎么那么突然啊？你干嘛非要今天晚上搬啊？明天搬不行吗？你这不是着急吗？是吧？那个什么，哎，我这儿你们要是喜欢的呢，你们就用；我拿不走的，是吧？你要不喜欢，你们就扔了，就完了，好吧？啊，向陈阳同志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致敬。我送你吧。哎，怎么是你助理？哼，看你，看你，那罗小姐愿意跟我合作吗？
我可以考虑考虑啊。不是，你愿意听谁的？那咱们要搬到陈欧那个屋的话，我想把那张床换了。我前两天在五八同城上看着一款床，特别好，价钱又便宜。咱俩明天去他店里看看行吗？网上买东西。哎，他们有支付宝管赔，没问题的。那他这个实体店在哪儿啊？又是有点远，咱俩明天早上上许街那儿早点去，问他借个车，好吗？哎。好。仔细了吗？好像陈昂啊。咱是来许姐家？是啊，没错啊。我也觉得像。是陈昂。是吧？陈昂在许姐这儿。不应该啊。快走。刘晓聪。哎。吴彤。许姐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不进来啊？进来了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哎，不进去。进来呀、啊！这吴桐没来过，进来参观参观。哪天再说吧。对，我。那你们俩找我干嘛呀？借个床。不是，我们想买辆床，然后想问你借个车。对。怎么说呀？给。啊，这么进来了？不进来。再见。再见。出来吧。他们都走了。走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快点。笑个屁呀、啊！谁让你看门的？你不是洗澡呢吗？你倒是问我一声啊！哎呀，你还生气了？至于吗？哎，行了，反正早晚他们也得知道哈。知道你大爷！陈昂和许杰怎么可能？他们俩搞到一起呢？我想不明白啊。俩人早搞了，你看出来了？你看出来了？什么时候看出来的？不是，我看没看出来，是陈阳自己说的。啊？不是，但是他是很久以前跟我说的，也没有很久，就是说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我没在意，因为陈阳这个人我了解，他说话一向是不靠谱。他吹牛吧？哎呀，他就是吹牛。但是，哎，你说，我觉得陈阳根本就不是许杰的菜呀、啊。菜这个口味是可以改变的。那你说许杰为啥不告诉我？因为他吃的是窝边草。我要好问问他，你看他刚刚紧张的样子吗？这回我不打电话，我等他给我打电话。你好，你是吴
我是梦剧园公司的安迪，我们从五八同城看到你的简历，希望你能过来面试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我们先在这边等一下吧。刘小金，你先进去吧。会议室啊。离职。可能觉得公司对我，或者是我对公司都没有认同感吧。你是说你之前公司不认同你？也不是，他们对我挺好的，但是可能是我有我自己的问题吧，我性格太强了。那你之前了解梦剧园珠宝公司吗？完全不了解。那你为什么要来面试？我是学美术的，我是央美本科毕业，专业美术出身。我觉得可能美术和设计是相通的。我确实没做过首饰设计，我需要一份工作，我需要挣钱养我老婆。我不能因为自己失业了，然后看着我老婆每天自己做着特别辛苦的事情，就是这样。拜托给我一份工作，我需要这个机会。好的，我们考虑考虑，会给你答复。再见。累不累？行。这个人怎么样？吴桐啊，看起来不错，就是以前是做漫画的，估计跟咱们职位没有什么关联。可以用吗？估计需要培养吧。安迪，我们这是需要人才。但不是培养人才，明白了。继续吧。喂，老曾，你们家那大艺术家可到我们公司来面试来了？你肯定认错人了。我现在有事不跟你说。的时
看过我们这房子，呵，哎，大姐，您看我这房子特别好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大哥，您要别墅吗？我跟您说，这带庄园的别墅才12万一套，买不起，买不起，不可能。那12万对您来说那就是毛毛，一看您就有钱人，是不是？您看，您看，您看，我给您介绍介绍，您看啊，这一进去，这客厅啊，再往里走，卧室，楼上还有客房，我跟您说特别棒。你找错人了，不可能。我跟您说，我们针对的客户就是您这样的三有人员，有房，有车，还有事业。您再弄这么套别墅，我跟您说，盖了。是，发个小广告，要这么多话吗？不是，怎么着，大哥？我听你这意思是瞧不起我们这职业呗？没有，不就是说你口袋这么好，干嘛要干这个？我实话跟您说，一个人啊，要连小广告都发不好，还能干什么呀？哎，大姐，我看看你这房子。喂，江代，什么事啊？罗小聪，你可真够能造的啊！你们家这个大艺术家为了养你这老婆，可满大街发小广告呢。我说你肯定是认错人了，不可能。复兴国际楼下。哎，那个地方可大，你不一定能找着。你认错人了。秦老师啊，现在都是速生机，你少吃点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再说就快变成鸡架了。什么呢？这么热呢？我说他是吃速生机长大的。谁呀、啊？所以怎么回事？啥意思？我都已经开始吃了。哎，今儿我高兴啊，我请客，随便吃啊。是吗？是吗？谢谢江经理，太好了。停车。师傅停车。
姑娘，你拿着这。叔叔，叔叔。找你啊！你刚才来骂我的是吗？骂你什么？哎，你开始骂吧！我不嫌丢人，我不嫌丢人，我干着这个我不嫌丢人。来来来，骂我来！没说要骂你啊！那你抓我干什么？我找工作，我找哪个工作都不要了，我不能在家闲着，你知道吗？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，你不用说那些没有用的。怎么着？想让我回去吗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你想说什么？来说说说。我说要干你了吗？凶什么凶啊？我还没凶呢，你就凶。打半天电话你不接。水，我不渴，我渴。